大家好，我是林姐妹，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那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约翰一书到约翰三书和犹大书。那这一次呢，在来跟从我里面，他给的标题是神就是爱。那当那个约翰跟犹大在提笔写信的时候呢，当时在以色列的境内呢，腐败的教义已经开始导致有许多圣徒在叛教，那有些假教师甚至还质疑说耶稣基督是真的，他真的吗？有以肉身显现过吗？那看到这个部分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就不免会想到尼腓的哥哥拉曼跟雷米尔，他们回去以色列境内要拿那个铜叶片的时候，天使显现了，可是天使显现完仿佛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还是要打他们的弟弟啊，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状况。的确跟这么多人显现过，然后也复活，对一些人显现的事情，可是还是会有怀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的领袖到底可以做什么呢？那使徒约翰就分享了他个人对救主的见证作为回应，他说这是我们所做的见证，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接着呢，约翰就开始教导爱，教导呢神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对他，以及对他的所有的儿女有爱这样子。然后呢，可是也别忘了，约翰也亲眼见到跟亲身体验到救主的爱哦，所以他希望圣徒们也能够感受到同样的爱。在世人质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到处可见错误教导的今天呢，我们也需要约翰的见证。我觉得不是需要他的见证而已，是我们也自己需要找到我们的见证以及有关爱的教导。所以阅读他这部分的书信呢，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勇敢地面对今天的逆境，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了。但是除了讲到爱以外呢，在这一次的约翰的书信里面，他也讲到光。OK， 我觉得这个是他在这三封书信里面呢有强调到的，就是爱跟光其实有一些交错的教导，但是当然大部分的是讲到爱，但是他都讲到说，当我们做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真理的存在。虽然他没有用直接用光，但是他处处也带提到光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是约翰在这两封书信里面谈到的。所以呢，首先我们会谈到光，但是当我们在里面，我觉得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也隐隐约约在谈到基督的光。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约翰福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他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也就是在神里面是没有黑暗的，在神里面是没有罪恶的，因为没有在光下可以有罪恶的存在，所以呢他没有黑暗，他也没有罪恶，而且是所有的良善的集合。 OK， 没有黑暗，没有黑暗当然就没有罪。 OK， 所以对神来说，因为不是说对神来说，而是说神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好，再来呢，第二个我们要再讲到的是第二章的八到十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然后呢真光
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现在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好，所以呢，似乎他也在讲到呢，光等于爱，因为在爱里就有光。 OK， 所以他说，那如果他不爱弟兄，我相信这里是弟兄姐妹的总称，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其实我们很难让光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内心。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爱他人，就会处在黑暗中。其实 我也真的觉得，当我们不爱人的时候，我们整个灵魂是在那种不快乐不美好的当中，那个都不是来自神。所以再来，我们就会花最大最大的篇幅来谈到，到底什么是爱，爱到底是什么。好，首先呢，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十九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常被提到，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神先爱我们了。也就是说，其实我要说的是，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爱的创造者，但是我是一个爱的接收者跟爱的加工者。我觉得当我感受到爱的时候，我仿佛有比较多的能力可以去爱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比较容易的去做更多好的事情，做更多对他人也有爱的事情。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感觉到神的爱呢？那个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戴尔瑞荣就讲，在他的2016年4月才能吸引所有人接近我的这篇文章里面，就有讲到说，他曾经向70元惠福安德森长老请教，就是要怎么样帮助贫困的圣徒。然后他就跟我 他分享，这个70元分享就是说，施予者与接受者的距离越远，接受者就觉得自己有权要求应得的权利。就是当施予者跟接受者越远的时候，距离越远，他们就觉得我应该很有权利来要求这些。所以呢，他就看到说，好像在灵性上也是这样，当我们跟神跟救主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然后呢，获得恩典是理所当然，而且好像祝福是他们亏欠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公平、委屈，被不公平的事物激怒，然后呢，就跟神疏远。所以他就举了例子，就是摩尔门经中那个尼斐跟他的哥哥拉曼跟雷米尔的对比。他就说，很明显的可以彰显出我们跟天父跟耶稣基督接近的程度所造成的差异。那尼斐因为他很接近，他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因此他向神呼求，然后他自己的心就软化。可是拉曼跟雷米尔跟神疏远，他们不认识他，所以呢，在尼斐毫无怨言的接受许多艰苦艰巨的那个任务的时候，拉曼跟雷米尔总是在许多事上抱怨。抱怨在经文里面指的就是什么？孩子气的发牢骚啊！所以经文就记载说，他们抱怨，因为他们不知道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很多事情不知道，因为他们跟神
不接近。尼斐跟神很接近，所以他可以看出而且感谢神温柔的慈悲。可是呢，拉曼跟雷米尔看到 尼斐他获得的祝福，他们就因为不了解主的作为就对他发怒。那拉班跟雷米尔认为他们获得的祝福是他们应得的，而且任性的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他们似乎认为尼斐得到的祝福是对他们的错待。所以在经文当中，错待这个意思就是指什么呢？只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而心生不满。也许这有时候是我们的感觉。好，可是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因为我们跟神不够接近？那当尼斐用信心去达成神要求他去做的事情呢，在另一方面呢，拉曼跟雷米尔就是因为心地顽硬，没有像他们应该做到的那样仰赖神，所以他们似乎觉得主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 提出来，所以他们就说主没有让我们知道这种事，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试着去求问。所以在经文中这种意思是抱着不以为然的怀疑的态度，因为觉得神就没有让我知道啊，即便他们自己没有求问。所以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神不爱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我们跟神不接近，然后我们也对神没有信心，没有去做他应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由于拉曼跟雷米尔跟救主越来越疏远，然后他们就抱怨，变得很爱争论，变得没有信心，对他们就觉得生活很不公平，认为他们获得神的恩典是应该的。可是呢，尼斐却由于接近神，那他肯定知道对耶稣基督来说生活才是最不公平的。虽然救主完全没有罪，可是却受了最多的苦。那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接近耶稣基督，就会越发感激他的无辜受苦，更会感谢恩典跟宽恕，而且想要悔改跟变得跟他一样。所以我们跟天父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实际差距很重要，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攸关重大。所以神喜悦悔改，然后也喜悦那些尝试去靠近他的哦，然后喜欢他 这些人呢，更胜于那些自以为是批评挑剔的人。而这样的人就像古代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需要悔改。然后若是我们想要更接近主呢，我们就需要增加对他的信心，需要定力跟遵守圣约，而且要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凭信心采取行动，对我们所接受到的灵性的指引做出回应。他说所有这些要素都结合在圣餐中，所以他说我知道接近神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每个星期勤勉认真的准备和配称的领受圣餐。然后他就说有个朋友有领悟到救主 特地为他牺牲，帮助他感觉到接近救主，使他强烈的渴望不单只是在星期天，而是在每天都要在心中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也领悟到说，虽然他是坐在会众当中领受圣餐，但他每一个星期天重新更新的圣约是属于他自己的。那圣餐持续的帮助他感觉到神的爱的力量，感觉到主在他生活中的影响，并让他更接近救主。所以那个戴尔瑞宏长老就说，圣餐确实会帮助我们认识救主，也提醒我们记得他的无辜受苦。那由耶稣基督的赎罪在这永恒的计划中最后将不会有任何的不公平，所以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会得到平复。然后呢，将来哦，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会改变，可是透过神的怜悯仁慈跟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获得多过我们应当得的，多过我们所赚取的，多过我们所希望的。所以我们被应许就是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所以呢，如果不管，就是大家都用长老就建议说，不管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他都邀请我们要更加接近天父跟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捐助者跟施予者，施予一切好的东西，也恳请我们每个人每周出席圣餐聚会，来领受象征救主的身体跟血的神圣圣餐。所以邀请我们去感受神跟我们有多接近，多接近哦。当我们这样做到，让我们自己够跟神接近的时候，不会孩子气的发牢骚，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自认应该得到的而心生不满，或是抱持不以为然的怀疑的态度的这样的自然的倾向，就会慢慢消失。所以我们就会感谢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儿子的这份礼物，会有更多的爱跟感谢。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我觉得要怎么样了解他的爱，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跟神接近。我们真的要跟神接近，我们如果跟神不接近，实在是很难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一切作为。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只因为我们听过他的名。 OK， 好，也许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所作所为能够像那个追偶像一样，把那种最大的热情、最大的渴望，然后去了解我们的喜欢的偶像、喜欢的歌星的一切出生年月日，然后他喜爱的什么什么什么都了解的透彻的话，我觉得用这种爱，我们就真的会很了解神，我们也会真的感受到他的爱的。好，然后再来呢，我想要谈的是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当然我们刚才也有念到这个部分，他说呢，神的爱我们从哪里可以体现到呢？他说，我的小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你要叫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所以我们有一位中保，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中保，而这位中保呢，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好，这位中保做了什么？这位中保为我们承受所有的罪的痛苦，所以他才可以做我们的中保，才可以挽回我们的所做的这些罪跟错误。所以那我一个月想说，这从哪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的爱吗？有吗？有看出他对我们的爱吗？所以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啊，如果他不够爱我，他不够爱我们的话，他干嘛为我们承受这些要做赎罪牺牲的这些痛苦，承受那些被钉十字架的痛苦，承受在客西马尼园的痛苦？如果有人可以愿意为你承受痛苦，难道他不够爱你吗？我相信这当然是爱你的，对吧？ OK， 所以人为朋友舍命的爱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对吧？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舍命。好，再来呢，我想要看第三章的第五节，16-18节跟22节。好，第五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没有罪。 OK， 所以他就是为了除掉我们的罪，他的今生的使命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你可以了解，就是对所有人有这么大的爱，不是有这么大的贡献，如果不是爱，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呢？所以他是为了什么？除去我们的罪，而且他没有罪。一个没有罪的人，没有罪的人，他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好，来16-18节，除了爱以外，我也很难想象是什么。好，所以他就说，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小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这如果我们在读这些经文，你一直会听到有一些叫做存在、住在，而这些怎么样存在，怎么样住在，神的爱怎么样存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都要看我们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行为。所以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别人。我们总不能一直只有感受到他的爱而没有去分享他的爱，这似乎看起来是有点自私的。如果我们只是一直获取那个爱，可是没有分享他的爱，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呢，当我们了解他到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回报他的爱，我们开始遵守他的诫命。那爱人就是他的诫命中的一条，遵守他的诫命而行他什么？他说行他所喜悦的事，行他喜悦的事。好，行他喜悦的事有吗？我们加入教会以后，我们有行他喜悦的事吗？还是我们只是做我们想要做的事，依然保持着我们这些自然人的习性，保持着这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有想要改变？那我要说，那真是有一点可惜。所以在约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章的43-44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样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去爱所有的人，神爱所有的人啊，我们不只爱我们想要爱的人啊，如果只有爱我们想要爱的人，那有什么赏赐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去爱所有的人。还有呢，马太福音的第22章36-45节也讲到了另外的事情。好，他是这样说的，36-40节，他说有人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尽心尽意爱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不是只有爱人哦，是爱人如同自己哦，要像爱自己那样的爱，不是随便爱而已，是很努力的用爱去浇灌别人的生活。说真的，这些都不容易，但是值得学习。所以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他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他这样说，他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OK，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好，所以他告诉我们爱人彼此相爱，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告诉我们要去这样做的时候，别人可以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可以看出我们门徒的身份。好，所以也不是在嘴巴上说爱爱爱而已，而是努力的去帮助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所以爱真的很重要。好，再来呢，我想要谈到的是下面的第七章的第四章的七到十一节，还有十六到二十一节。好，第七章的第四章的七到十一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好，所以呢，他说 我觉得我要建议你慢慢去念这段话，就是当我在念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有很温暖的感觉，那种圣灵在向我见证，就是真的神就是爱，如果没有爱心真的不认识神。然后如果我们想要更认识神，就是需要去爱别人，而神爱我们的心也因为他差了他的独生子，忍痛的让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做这一切牺牲，就是他最大的爱了。而神子的爱也是借着他的牺牲就这样显明了。而十六到二十一节是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神的爱也常住在我们里面，而神也会因此常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我觉得经文是一个最有力的话语。所以如果你还是觉得言犹未尽，你就再练这个部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OK， 这样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且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而且因为我们爱真的是神先爱我。好，所以我最想说的是爱里面没有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而且我们也说仁爱从不失败。OK，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不会恐惧，不管是伤病、死亡或是挫折，
我们都会可以继续向前，因为当我们的爱足够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有惧怕。好，再来呢，我想要谈的是第五章的14-15节还有20节。好，第五章的14-15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坦然无惧的心。他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这个我要稍微修饰一下，就是只要是正义的祈求神会给，但是不是所有祈求都会给。而什么样的人会给你你所祈求的？除了爱你的人，难道其他人会给你吗？然后再来在20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所有的我们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达成，来到神的面前去 得到永生。然而我们需要足够了解神，才能够知道这些很重要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心中真的产生力量，产生效应。所以那神的爱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有力量这么大吗？70人罗伯特盖伊长老就说过，他说他的爱胜过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伤痛、吸引、疑惑、诱惑、罪恶、破碎的家庭、忧郁和焦虑，也胜过我们的慢性疾病、贫困、受虐、绝望以及我们的寂寞。他希望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和医不好的人。他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借着他的拯救而获得长久的喜悦。这个是他在2018年10月我们当承受耶稣基督的名的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在总会大会里面。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觉得我很常感受到神的爱，我真的觉得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我都觉得我在路上走很有很多的时候应该就是天使保护的，不然我应该常常会鼻青脸肿。而最近呢，我的工作上有一些小小的挑战，一些挑战。然后呢，这一次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快的祈祷，很快的找机会进食，而我感受到神的手，我不会说他就是完全就这样被解决，可是我感觉到神的手在这当中在运行，在帮助，在让我可以知道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并怎么样继续做努力。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真的感受到神的爱，也感受到他知道我是谁，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那个约翰其实在约翰一书的1章1-3节他就讲，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然后呢，所以呢，他说这生命原是已是已经显现出来，然后也看过，现在要作证，而且将原与天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生命的传给你们。而且他说我们将所看到所听到的传给你们。所以这件事情呢，约翰他的的确确的看到、听到、做见证。而在尼腓三书的11章13-17节，这些人他们也真的都到了神的救主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就是来，他说事情是这样，主对他们说起来到我这里来，用手探入我肋旁，也可以感觉我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好使你们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为了世人的罪而被杀害。事情是这样，
群众上前去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并且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他们一一走上前去，直到每一个人都上前去，用眼睛看到，用手感觉到，确实知道，并作证他是众先知记载过要来的那位。而他们都上前去亲自证实后，同声喊道：何塞纳，至高之神的使，至高之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伏伏在耶稣跟前并敬拜他。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亲眼看到，所以他们都做见证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确曾经经历他在世上的一切，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考验，还有为我们赎罪牺牲并且复活了。那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亲手去触摸到救主，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一步一步的认识他。比方说我们透过经文，透过圣灵，透过我们的祈祷，他真的会赐予我们许多温柔的慈悲，向我们展现他的爱。所以我们就需要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帮助我们去了解真的是神爱我们。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他是我们的中保。好，这个之前我们有念过，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说了，他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是中保。而这位中保到底做了什么？好，加尔和圣约的四十五篇有更好的解释。四十五篇的三到六节，他说：听从他，他是在父那里的中保，在父面前为你们辩解。说到父啊，看您所喜悦且为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亡，看你子所流的血，为你所献出的使你得以荣耀的血。OK， 所以他说：父啊，饶恕相信我名的那些弟兄，使他们能归向我而永生。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他为我们什么？他为我们辩护。为什么他可以为我们辩护呢？因为他所受的痛苦，因为他的死亡，因为他所流的血，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跟权力来为我们，而且他无罪，他从来没有罪。这个无罪之人才能够帮助别人赎罪啊，对吧？所以他就说，所以呢，看在他的份上，求你饶恕他们。好，求你饶恕他们。而这个人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没有犯错，他怎么可以求饶恕呢？ OK， 所以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他可以求饶恕。然后呢，他在我们这次的研读当中 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的1到35节。那就是有一次，那时候那时候撒母已经死了，然后他就是那个大卫要去，就是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嘛，然后就为那个撒母哀哭。然后那时候大卫就到了一个巴兰的旷野，然后那里在密云有一个人，然后是他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然后呢，所以大卫就这个人叫做那个拿巴，然后他就去打发仆人，就跟他们讲说啊，可不可以请他给我们一些我们在这里哈，然后也帮助你们的工人做了很多事情，也没有欺负他们，那可不可以请你就是给我们一点东西这样子，一点食物也什么的。可是呢，拿巴的反应就是啊，他是谁呀？为什么我需要给他东西呀？我怎么可以把这些食物呢，就是我的食物是要给我的工人吃的，我为什么会给你们呢？那个态度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样
然后大卫就已经是觉得说，因为他不想要去掠夺这些 平民百姓，但是他身上有这些兵士，兵士能够很克，就是很控制而不去扰民，其实是已经是相当棒的，而且他们 还保护、拿巴。所以那件事情呢，拿巴 的仆人就告诉拿巴的妻子叫亚比该，然后呢他说就跟他讲说啊，这些人来问主人的安，然后主人还辱骂他们，可是 那个人待我们很好，我们在田野跟他们往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欺负我们，也没有掉了什么东西，然后在牧羊的时候，其实他昼夜都其实都等于是做他们的屏障，就是保护他们。他就说，所以你真的 要想想该做什么，不然真的是可能会有大祸临头了。这样啊，真的是大卫跟他的兵士都已经带着刀，有400个人，就已经真的 要来了。这个时候，那个拿巴的太太亚比该就真的准备了200个饼啊，2袋2皮袋的酒啊，然后50收拾好的羊，就是应该煮好的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其他的，反正就很多食物，就是赶快去要去见那个大卫。然后呢就告诉他，那这个时候相当的程度，那个亚比该就真的很像救主，因为他没有犯着什么罪，而且还拿这些好的东西去求大卫，所以那个时候才说啊，求你把这个罪归到我身上，什么不要理这个坏人，他真的是就是愚顽啊，不懂啦，所以求你宽恕他啊，求你，因为我来了，我做了这样的事了，请你宽恕他。所以这个中保就是用他所做的这些好事善事，没有犯错而得以对为别人求情。所以后来那个大卫就说，我听你的话，遵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什么叫做中保？是一个没有犯过错，有能力偿还这个罪啊错的代价的人，为我们去求去受苦，他才能够帮我们让这个惩罚被除去。所以真的我们需要学习，那我们真的都知道爱人不容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所以真的需要在行为跟诚实上学习。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也要学习去遵守神的诫命，你知道吗？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哦，我们一下就刚好我们是讲到吗，说遵守神的诫命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爱神的表现哦。所以当我们爱的时候，其实都要去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去做这些事情，好像很困难，或是是被限制的。我们老觉得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就限制我们，不想要让我们快乐。所以有一个七十人叫做樊继许长老，他说他在澳洲呢，他就遇到一些冲浪客，他们在那里就是那应该冲浪很有名，所以他们可能一生仅一次会到那里，然后就在那里冲浪。可他们就发现那个水中有一道很厚重的网状屏障，让他们没有办法在巨浪中冲浪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个冲浪者就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长，而且这些人就是抱怨嘛，抱怨到有一点像要引起事端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长者，可能是当地人，对这些越来越激烈的抱怨呢，就有点失去耐心，所以他就站起来走向 那群人，然后不发一语的从背包中拿一副望远镜交给一个冲浪客，然后就对那个屏障指一指，然后每个冲浪客都用那个望远镜观望了。然后轮到他的时候，因为有放大的功能，他就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背鳍。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大鲨鱼的背鳍，也就是说那里就是因为有鲨鱼，所以才会被隔下来。所以那个年长的冲浪客呢，他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别太苛责屏障，那是唯一人让你不被鲨鱼吃掉的保护。
他说呢，那时候他站在那个美丽的沙滩的时候，观点突然有一些改变了，就是一道看似很严苛的屏障，似乎要叶子所有人在那个巨浪上冲刺所带来的乐趣跟刺激的这个屏障，似乎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他说我们对海下潜伏的危机有了新的认识，而现在那道屏障提供了保护、安全跟平安。所以这个是他在2015年10月的遵守神诫命的人是蒙福且快乐。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影响我们不想去做这个或那个，可是约翰教导我们遵守诫命是必要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遵守诫命。好，来第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3-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住在他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神、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实实在在、实在是完全。所以如果我们有遵守诫命，遵守诫命，遵守诫命，这个爱就是完全的。 OK， 好，再来呢，在第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18-24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小子啊，我们相爱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所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好，所以呢，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去爱别人，就是爱他了。好，再来呢，最后，约翰，二书的第一章的6-9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好，8-9。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好，所以呢，就不用再讲了，一直告诉我们要遵守诫命，而遵守诫命就会让我们可以感觉到神的爱，也了解神的爱是什么。然后在2018年10月，罗伯特盖伊长老他在总会大会的演讲，我们当承受耶稣基督的名的这篇演讲里面就有讲到说，当我们圣化自己，神便会在我们当中行其事。然后他说，我们借着洁净自己的心来圣化自己，我们若听他说悔改我们的罪，回头归信，并像他那样爱人，就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所以救主就问我们说，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所以他说他那时候在阅读那个雅各陶敏之长老一生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停下来思考，然后呢自己怎么样爱周遭的人，并且为他们服务。然后在1892年那个时候，白猴，我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听到白喉，可是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疾病。他说那时候的疫情爆发大传染的时候呢，那个陶美芝长老还是个年轻的教授，尚未成为使徒，然后他发现住家附近有一户他不认识的家庭，也不是教会的成员，而且感染了白喉。没有人想要冒着生命进入那户已传染的家，但陶美芝长老却立刻去了。他说他发现那家有四个孩子，两岁半的孩子已经死在床上，五岁和十岁的孩子痛苦不堪，十三岁的孩子则十分虚弱，且那对父母既悲伤又疲倦，所以他就照顾了死者跟幸存者，扫地，将脏衣服拿出去，然后把满布细菌的肮脏旧衣烧了。他忙了一整天，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回去，结果十岁的孩子在那天晚上去世了。他抱起了五岁的孩子，然后他咳出带血的痰，喷在他整个脸上跟衣服上，可是他有写说我不能抱他，于是他便抱着这个女孩直到他在他怀中死去。然后他就协助把这三个孩子都埋葬了，而且还为这个哀痛的家庭打点了食物跟干净的衣服。然后他回到家以后就把身上的衣服扔了，然后泡在那个一些那个化学溶液当中，要让自己跟家人隔离。然后之后他也患了轻度的白喉。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周遭有如此多身处危机的生命，然后他说圣徒若要奉主的名，就要变得圣洁，要施助每一个人，不论他们处在什么情况。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拯救生命。然后我看到 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有 很大的感动，因为真的没有爱这么大。所以这个是真的，就像我们说的，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样的事情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按真理而行。而当我们按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喜悦，而我们也真的会有机会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我知道神跟耶稣基督爱我们，但是只有在我们够接近他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爱。我祈求我们能够够接近基督，而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他跟神对我们的爱。那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大家在感受到神的爱以后，也能够用爱去神般的爱去爱别人。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好，我是林姐妹。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把整个影片看完了。那非常高兴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跟讨论这些福音的内容。那我要邀请你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不错，请你在 YouTube 的频道当中呢按赞。那第二个，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请你订阅这个频道，甚至把这个频道的内容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也能够受到巩固，被坚强，而让这个福音也有机会来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坚定，能够更持守的握紧铁杆。也希望这个福音都能够带给大家幸福，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对大家有帮助。那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